Hello， 大家好，我是成田。最近在某音上面的一位博主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视频呢我就不放出来了。大致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说啊，钢琴呢才是这个世界上的乐器之王，吉他这些什么鬼呢，都是不入流的乐器，它只能伴奏，只能弹那种单音旋律，完全没有气势。还有啊，弹吉他这些啊都是野路子来的，半路出家。这位兄弟的言论啊真的是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毫不谦虚的说，就凭他一己之力得罪了整个吉他圈的朋友。于是呢就有很多网友们来 at 我，喊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问我是怎么样想的。我想说的就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喂，成田老师，你咁系唔啱噶噃？佢咁样喺度发一疯同埋诋毁吉他，你唔表态点得啊？如果非要表态的话，那么我想说的就是，我相信专业的院校是不会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能说出这样的言论，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野路子出来的。如果那么的不幸，他也是专业院校出来的，又是从事这个培训行业的话呢，赶紧把我那个遇到这样的老师退费保平安的视频发给他学生的家长来看一下，让这些无辜的学生们脱离苦海啊。有可能他真的弹得很好，但是他的观点不正确，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呢观点一样也会不正确的。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出来教学生。他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成语误人子弟。还有就是关于他说吉他只能伴奏，只能弹旋律，不够气势，他说嗨就嗨啊，他说点就点啊，他说不够气势就不够气势啊。那我还说我自己是全宇宙最靓仔嘅，我唔单止靓仔，我仲系我条村最有钱嘅，我还是乐器王子，我还懂4000多种魔术。其实像这样的言论真的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发生了，我相信大家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傻或者躲开不理就好了。点解你会咁样做啊？因为你不想和一个傻子去理论去争论，这就是浪费时间，而且把我们的智商瞬间也拉低了。其实他爱怎么说随他，他说的观点并不代表事实，但关键是我们去评论理论和他争辩的时候，就搞得他说的事情是真的一样，本来就不是事实，经过我们的一番讨论反而变真了。兄弟们，当我们去关注评论的时候，这不就合他心意了吗？他想说啥，有什么样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用心，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但我们不要被煽动和利用，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说与其关注这些没有营养的视频，还不如给我们这一些有正确价值观的视频点赞评论转发，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说同学们，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都是分分钟给阿曼上落个人，多花点时间练练琴，陪陪家里人，关心一下你们还没有追到的女朋友，这不是很好吗？时间要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好了，不多说了，我是成田，各位乐器王子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